每个人出世都会伴随着一粒种子，种子会同佢嘅主人一起成长，形成永久嘅基本。而种子嘅成长将会影响住主人嘅学业、爱情同埋工作，并喺主人18岁生日嘅当日开出美丽嘅花朵。你可以回去等消息了。其实我真的很累啊，不如我们都算了好不好？喂喂，你聋噶？快走啲啊，大佬，我条女等咗我好耐啦。快走啲啊，大佬！我同女等咗好耐啦。